那我们把这个笔呢削尖啊，笔削尖一些，然后接着往下走。先把这边这个跟上。这是这个瓶子啊，瓶子，然后当然这个瓶子的上面它有标签儿。然后再往下走，有投影。好，这是这个，然后再往前面走。然后到这个纸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再稍微可以精致一些。啊，注意它这个上面的一些转折啊。
就是一定要找准它这个形啊，找准它的形，就是说它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具体的就要画成什么样子，坚决不能够自己编，或者是太随意，它哪里起哪里凸啊，哪里凹，这个都是严格的去客观的去走。顺着这个报纸呢，我们往这个右侧，注意这个颜料管，它这个上面它这个折过的这种痕迹，不管它再怎么折，我们在画这个交界线的时候还是要很严谨的对待。然后同样它这个上面呢也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标签儿，这是整个这个投影，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往右边走，啊，要往右边走，你要找准确了。
然后这块呢它是亮的，投影它是从这儿过来，注意它这个交界线的这种变化啊，起伏这个都很关键。这底下是影子，就是每一个变化都要给它找仔细找清楚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如果说你这个交界线找的过于简单，或者是没有变化，或者说不准确，那下一步就比较麻烦啊，下一步就比较麻烦，就是下一步的结构可能就错了啊。这一遍呢本身其实在找这个交界线的同时呢，也就是在找结构，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。
哎，就是它这种体感啊，体感。就是只要是暗的，我们再画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地方呢，它不是交界线，它是这个亮部和这个边缘，它是这个物体的一个边缘。但是这边是暗的，这边是亮的，那我们卡住以后往这个暗的里边推，这样的话，它这个暗部它就有一个统一性，啊，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点，这一点呢非常关键。注意它这个交界线，你看，这个是投影了啊。注意投影画的时候，它这个变化，以及它的穿插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啊，就是主次、虚实啊，这些所有内容都给它分开。
啊，这是这个这个地方一个形。所以这里边也是背光啊，也是背光。然后我们再往这个右侧，结构该加强的还是要加强。然后继续走这个纸啊，纸，以及还有这个物体也给它跟上。然后这个地方它还有一点小投影，哎，比较虚。每个地方呢都要仔细的去找啊，仔细的去找。当铅笔粗了之后，我们再把它削一下啊，再削一下，一定要保证画面上这个画的时候这个铅笔是尖的，然后才能把它画出这种很强的这种层次关系。即便是一个起形，我们要把关系拉开。啊，形里边也有关系，也有主次，啊，包括这种强弱都有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走。啊，这个地方，
哎，这是这个物体啊，这个地方。就是这个底下哈，它这个行。好，然后再往下啊，注意这一块儿。啊，这是这个地方，这是整个它这个，物体，这块的所有的交界线呢，基本上就走了一遍啊，交界。